接受今天最新做工的这班人，是神万世以前的律定，是最有福的人。你们直接听见神的声音，看见神的显现。所以说，天上地下，历世历代，就你们这班人最有福。这都是因着神的做工，因着神的律定拣选，因着神的恩待。神若不说话发声，你们能有今天的光景吗？所以说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，因这一切都是神的高台。阿门。哎，咱们一起唱首歌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成肉身的全能神，高声赞美你，国度生活全是你给我们带来的，国度子民付上了丰盛的宴席，享受你话语与百回的接近。神的话语带领我紧紧跟随你，撒旦心情的脱去全是神恩待，享受神话活在神前过上新生活，天神心真心爱神感谢赞美神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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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认准神话是真理，能得着生命，交通神话明白真理，用生灵做单纯敞开，实行做诚实人，真理使人释放自由，心里乐开怀。教会生活真可爱，圣徒都活起来，交通真理彼此帮助，生命长尽快。接受神派，实行真理，活在神话里，活出真理实际，满足神心意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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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些陪大心里都欢喜，你谈神话我讲经历，陪大尽本分，顺服真理进入实际，达到神满意。我在神爱里永远赞美神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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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